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媳妇在美国的无肉厨房。今天我要做的是素肉末炒四季豆。准备的材料有四季豆、素汉堡肉、红萝卜，还有大豆瓣酱。将四季豆切成约 0.5 到1公分长，红萝卜也切小丁备用。锅内放油，把素汉堡排放进来，加入辣豆瓣酱，加入四季豆还有红萝卜。加少许水，盖上盖子，稍微煮一下。加入少许酱油，盐，拌炒均匀就可以起锅了。哇，香喷喷的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简单做菜，轻松开饭，健康无负担。我们下一期再见了，拜拜。